没有群组，没有朋友，群组太多却困扰我。工作你要回啊，如果你晚回，老板一定会不高兴啊。我以前有一个主管，他就很喜欢，就是半夜大概两三点吧，就传简讯说，哎，你帮我找个数据。想要组织一个家族旅游，4-5个小时一个人都没回，那被退群组。传个什么早安图给你？对，我还收过我跟我队友的早安图。这一组传给我。今晚9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